1月8号在某品牌全球跨年见面会的活动现场，记者拍到了内地著名演员郑一彤现场加油助阵。郑一彤作为当天的明星嘉宾，可以说是更好地诠释了慢时尚的精致与仪式感的优雅，更是分享了自己对新时代女性所具备的态度和精神。而且身为演员的郑一彤还宣布即将以全新的身份迎接挑战。我今年其实做了很多事情，我还挺满意自己的，无论从工作到生活，工作自己成立的自己的一个影视公司，然后也想就是做一个小小的转变吧，然后从演员去转型做一下，也想参与一下制作，也想就是换一种形式在这个喜欢的道路上，喜欢的职业上能够更长久。